雨了不？我们现在在法郎，我们终于来整理我们的三千发丝。我妹可能是一千发丝，她把头发比较少一点。然后今天Lian呢，因为她头发非常的少，而且就是发质没有非常的好。我现在发质超好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把下面剪掉，我现在发质超好，超瘦。反正我是说我的发质不好，不是说很粗糙什么，就是她的发质就不能做很多造型，她不能染，不能烫。细软发，细软发。OK， 好，收回发质不好，今天是细软发的人不要走，往心里去。就是她现在完全不能染烫，所以她人生就只能剪发。对，然后我想说剪短之后就自己做造型。对，就是要用电棒。然后我的话呢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下面这一段已经褪色了，所以我想说今天就把枕头染成同一个色系。然后我要分享今天发现一个大，等一下我要分享我今天发现一个很大的发现，就是设计师说，就你怎么找到，你最适合的长度，就你选出你五官最喜欢那个地方。然后我就选了眼睛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从眼睛下面这里拉，然后再放下来，这里这个长度刚好就是我最适合的发型。好，比如说我想要，我觉得我额头很美，那我的长度就变成这样，然后再往下拉，我就可以再流畅，它就会凸显你想要的五官的地方。所以我就决定今天稍微修一下头发。现在还是有在玩熊大料理，然后现在就是他就是慢慢的出新关卡，就一直在等新关卡。然后现在这个原本这边有一个沙粒农场是新的，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就变了，这个游戏就变得有变简单一点，就比较好赚钱。但我觉得玩久了之后，其实你知道他的套路之后，就破关就变蛮容易。然后现在新出的这一关就是新的甜点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就剪得更短了，像是顶起来那种俏丽的感觉。就我觉得现在好像开始剪短发之后就会一去不回，就会想一直剪短发，因为稍微留长一点就会成阿仔，所以现在就越剪越短。但是短发就是要一直修啊，像是有种小 S 的感觉。不知道为何就去了上海之后就上瘾了真奶，然后因为现在明底还没好，他还要再修下头发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发先去买真奶来喝。就我觉得现在回到台湾，最近喝真奶的频率也是差不多，可能一周喝个两三杯。Hello。已经弄好我的头发，大家还认得出我吗？我这边就很蓬。再跟大家分享，就我已经来跟 Shirley， 就我们的发设计师叫 Shirley， 已经跟他来学过好几次了。然后每一次都回去练习，都会有些小失败。那我觉得今天有点，应该是 OK， 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你看我下面的那个卷度，我这样子转一圈给你们看。你们看，小舒淇，小舒淇的造型。就我之前一直跟他说他很适合短发，他都听不进去。然后今天设计师跟他说他适合短发，他就听进去了。可以分享一下是为什么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觉得人生就是要有不同的时期，有时候留短发，有时候留长发。我之前就是想要留长发，我没有觉得我不适合留短发。好，论文有点长，论文有点长，反正我今天很满意。然后我就是已经筹备非常多次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头顶变蓬。就是我在家里试过很多次，然后我听 Shirley 的意见，就是他，因为他自己他头发也是每天都会把头顶用蓬，然后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分享，可是我自己试过，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是对于细软发，像我们这种细软发来说是没有用的，所以我会出成专门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。OK， 再转一次给你们看。希望明天我能自己整理出这个发型。你说什么直男会爱的发型？
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回来是每天都要喝珍奶啦。还好，我说我是喝绿茶而已。所以我一样是奶绿、半糖、少冰、混珠。那你都，而且我妹都喝半糖。为什么要少冰呢？为什么要混珠啊？她很爱混珠。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全部都是大珍珠，养得有点累。我个人是没有加东西，但最好是不要喝手摇啦，不健康。毕竟现在健康非常的重要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朋友家短暂的玩一下 Switch， 目前我们还是没有要买啦，就怕原本已经很宅，如果再买真的就是从此之后不用出门了，这样直男就看不到我的发型，希望外送小哥会看到。哦，也不会，因为我不出门我也不会整理。来咯，开始咯。我们现在要玩，正在玩 Switch 三国。好了啦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在哪里？离那靠近一点。我在九六四分之三月台。其实他在桃园平专。没有，在九六四分之三月台英国那些。你应该看出我是什么学院的吧？你要问什么学院的？霍格华兹吗？霍格华兹是什么学院？我不，霍格华兹不就是一个学院？霍格华兹是学校的名称。我不记得。我是 Gryffindor。我要走了，先走一步。你要帮我拍我的那个围巾，这样飞舞。哎、欸，后面小孩，他觉得很奇怪。对，妹妹就念乖，被侧目了。OK， 你们来示范喽。你、欸、先不要关掉，我想拍。还有我在哪？阿乐哈。你这种觉得他像神经病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跟你说，昨天晚上睡觉前，我才发现说今天 Seven Eleven 要出哈利波特相关的周边产品。那我刚才跟我妹说我要去，所以你很爱哈利波特是不是？我是哈利波特粉。OK， 我就是因为知道他是哈利波特粉，才带你们来这里的。Oh my god！ 你帮我看天，我又看到天狼星。还有那边有魔杖，哈利的魔杖。它跟伏地魔的那个魔杖里面的心是一样的， okay. 都是凤凰。OK， 好，我们坐下，还没有转圈，看一下，重新，失控。今天坐下，没有转，坐下，握手，换手，趴下，趴好，再趴下。趴下，他是要搭配转身。Give me five， 好，转一圈。哇 ，Give me five， 哇，转一圈。哇 ，Go！ 然后他就捡回来，他就捡回来，这个道理。OK， 我们现在我要，烦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的是 Oprah 他家。今天根据 NASA 指出，如果你把扫把放在地上的话，不会有没有人。扶他，他也可以自己站起来。让我们现在看一下实际的情况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拍影片？快点，一直不务正业。准备喽，来 ，ready， go！ 还差点砸到他。哪里？你看，再一次，不可能啦！再一次骗人，来再试一次。还是美国跟台湾不太一样。可是那个人在台湾呢、欸？那个人在哪？米他骗人，哎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他的扫把没有斜斜的，是吗？有斜斜，你看他，你大家看到吗？你看立起来了 ，See？ 我那为什么我们是失败的？他送我的是这个，非常好用的定妆喷雾。然后我觉得，然后我送他的是这一个。Hello， 我也在哦。我个人是觉得我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送他这个小礼物， Hi. 就我非常爱 Gatsby 的。什么控？不是有蜜粉的稀有蜜粉，稀有面线开始胡言乱语。其实 Mindy 到底在这干嘛呢？他就是想要他来参加。他现在就是很期待玩我们家的 Just Dance。对，现在要开始 Just Dance 了。你慢慢帮我拍，你就自己拿过去。你手有问题吗？我们现在要来跳 Just Dance。哎、欸，你有真心的，你就只有在 Grace 家跳过是不是？他们那个也不是真正的，在朋友家是那是类似试玩版，我还没有跳过，我没有跳过真正的。What？ 你没有跳过整首歌？没有，天哪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
我们就是被Ming跟 Danny 烧到之后，我就去买，然后还立刻买了那个就是无限的，所以就有400首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他今晚可能要住你家，你们在挠到我，我觉得好好笑。你在打到我，你还没开始练习，不要练习。等一下我看，A 挡到他了啦，你快一点。那我在左边。我是 Oprah， 我是狂人。对，你是 Oprah， 是狂人。对。哇，我现在手已经酸了。也太快了吧！太低了，不要蹲了。哦，我觉得好幽默，有个可爱的。